我有一个蓝 buff 可以拿，我这边被人抓，直接交了一个闪现加大绝。 跑得很快 ，AD 的直接拉掉距离，不过现在大绝看起来是要结束了一个闪推，疯子直接用大绝卡着住了，已经没有大的欧拉夫，欧拉夫被拖了回去，一把变成小 P 已经赶到，不过这时候被抓直接交闪电躲掉，直接在我前一个输出，拿下了第一个人头，右边位置，右手已是阿留下对面两个人，再一个回顶，顶到了目前大卡跑不掉的位置，在右边想要拉开去直接被小 P 再度点死，另外一边右边的盛大战场已经 CD 完成，成功跳走，这样牛的 combo， 他的闪现还是直接交出去，所以最后疯子直接应用大绝把。 阻隔在河道这个部分，然后直接做了两个击杀。这就大绝或闪现可能是二选一，对，感觉交一个就可以先拉开第一波了。结果这边就变得哇，什么都没了，然后就直接被控到底。那其实以前期来说 ，Evox 这边虽然他们是一个菜鸟组合，但他们还没上六，而且菜皮是先出一个圣杯，伤害量根本就是完全不够的情况下，这边还是直接听。 会战会小有优势一点。对，其实小P这一个闪现也算是十分的刁钻啊。虽然Popo的一个过程，他可以搭成那样的一个攻击，得到比较高的伤害。想要顶波，一直想要顶后面的后排，就一个 Q 是空掉了 ，X 从左边冲了出来。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于这一team他们的其实辅助选角做了蛮大改变。之前小 P 在我这里打起来，哇，想要尝试凶，直接开启大绝，这个大绝是大约缓了半秒之后才选择开，一斧一斧的往前。不过这时候是他身上进财的 Z 直接留住了蝎子，现在死前直接绑住 Z。 可是自己还是倒下了，想要靠过来，人员的一个部署已经来了。不过两个位置被拆得蛮开的哦。这一个分隔打 F 选择先往右边直接抓，看一下这一个圣杀战场搭配的大绝直接留住了牛，以上反顶一个 Z 的直接交闪现躲掉了后面火元素的进攻。其实大家也可以不用太过的惊讶，因为我先看一下一个圣杀战场留住小 V， 不过反身的牛一个反定定了一下，后续虽然开启了大绝的瑞空，不过已经没有翻起的能力，只能先保护一下自己的 AD， 自己的 AD 也陷入了危险，被压在前面，整赶紧拉。 后最后在一个往前闪现，后面欧拉夫也赶了过来，直接开启大绝要硬劈小 P，小 P 差点被劈死，不过去卡马，再补了一个 Q， 闪现 Q 拿下人头，可惜自己被留在最前面，要自己以命相换了。哇，这一个交换一换一不够，你是花了四个人力，后面 Bobo 赶到船上大绝也下了下来，没有大绝的打卡陷入了危险，只能尝试吃个小 P， 小 P 吃完就只能等待死亡。哇，红 buff 可以拿走了。 那看一下这一波，这是先盛大战场再大绝的这一个考虑到底是对是错的？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后续第二个控制其实效果就没有太出来，也跟蔡尔大绝无法去隔阂，就是做搭配。我觉得就是 Apple 这边的肖壮族没有预测到，就是以色拉的反应会这么快，直接把蔡尔的伤害直接阻断掉。那 Alex 这边跟 Bobo 其实已经整个动起来，那蔡皮又在这里直接被留下来，就是后面这一天的处理来说是非常好的。 这很亏哦，不过来到左下角中路已经开启了一波团战，直接是闪抓的机会抓住菜皮，后续风火直接往前戳了，叫两个杀兵，不过伤害似乎不太够，后续再一个强化，先见菜皮回了血之后，欧拉夫已经赶到，开始劈人，开始大绝，助阵王位砍第一个，回身再劈砍两个。 Everything的一个将够打出了优势，右边想要支援的以莎也陷入了危险，这者先留住，不过似乎 CC 没有太多，不要点的，一个爆破球过把以莎弹过来，再一个圣堂的留住，以莎开启大绝准备要跑，不过左岸面的菜皮先牵住了以莎，以莎想要往后拉，可这时候大绝似乎已经结束了，一个在往前扛着塔继续输出，再拿一个人头，二一三的欧拉夫准备来破中塔，这地方就已经被击杀掉了。我这里是不是因为前面就说了他已经再上一波已经交了闪了，就是打稳一点，但又被开到，所以就被击杀掉。 那同时中路又发生了一波gank，其实是这里拿掉之后，我就直接转上，然后再拿这个预示者给予对方压力。过来，不过回身是被顶开，瑞空没有太多进场空间。不过前面小 P 又被留住了一个漫天血刃的回收，打出巨额输出。小 P 倒下，在塔下你有扛着塔，左边是有Epic放个预示者放了就跑。哎，准备要拉开，右边位置瑞空已经跑不掉，被拉开。而现在的话，其实他第一个是没有。 那么多的魔量，但相反是可以在前期就是达到非常好的重创效果。先看一下，直接闪开，再度留住 X 往前，要再跑留住爆发，距离不太对，回身蝎子，此前拉了一下，不过还是挡不住大卡的伤害。后面虽然多连锁命中大卡，但你要 combo 不会差，直接大绝拉掉，你杀几乎比较危险的位置。后面二直接撞开风暴，风小要继续输出，应该是没有问题。不过可惜在 Everything 都已经退光了，这波又倒了一个人。现在在优势之后补出的装备已经把水先拿了起来，先开一个辅助，自己的 combo 交掉之后，反正 Everything 准备要正式。 开战吗？往前一个撞，但是没有撞到羊，火元素就直接一不回头就没有回来了。而前面的位置想要进场的船长，开了大绝插了一个位置，瑞空想要进场，在左边却已经被 JT 人员给抓掉。开了大绝，反而是赶紧逃跑，跟着这个卡玛的加速。不过另外一边大卡在左边是被粘上了，直接开启大绝。见面上对面的 CC 之后，再一个松毛，可惜的是并没有收到任何一个人。一开始其实是以色拉有一点，就是有点奇怪的，哎，哦呦。
没了，他又死了，一次拉，也让 F14 现在直接选择强行开启了法龙。这一进人员，先看一下瑞雪尝试要用连捅，但直接被留住了。看起来橘子的效果无法拯救他，在前面位置被留住了。船长已经挡瑞雪，没有太多拯救的空间。不过在死前算打出了大量的伤害 ，F14 现在基本都很惨。他赶紧走了，自己卖的一个守住了法龙，也是他的第一次死亡。对，这里其实这个以瑟拉这个进场是我老实说就是完全不合理。那这边其实二的大绝没有撞好，跟变了心的女朋友。对，然后瑞斯这里已经交了一个闪现，为了躲二的撞的情况下，就直接在这里被打得非常惨。但主要是这边坦度是非常高，因为打卡是直接被挡在侧边，是不能打他的。那前面就有说到 F 罗这个阵型就是完全伤害要仰赖打卡的情况下，其实他们的会战要打得非常非常的完美，才能在一个会战中轻松的先抓掉一个人。那后面这个以瑟拉应该是他要拆眼，然后就死了。不知道伤害这么高啊？对，那这里就是他是有确保这一team里面是没有眼睛的。另外一边 JT 人员冲了出来，其实没看到了，我要开了，这个喇叭声直接吹起，往前一锤，这次是锤到了两个人。现在前面被留住，虽然大绝稍微消耗了一下，不过自己已经残死了。对，瑞空反身控制，再靠着队友拉了回来，可见是阿且这时候他直接把他给拖死了。阿且后面的一个补足 ，Everody 完全进不了场。船长本来是 Rest 在Zest 在开的，现在变成 Nino 开，而 Nino 开的那个瞬间，其实 JT 人早就都站好阵势了，跟瞬间开的完全不一样。不过伊莎这时候出去又是被秒了，不过巴龙已经先用 JT 拿下，后面 Everody想要进攻，直接进场打个位置还不错。X 想要抓在前面稍微限制之后，直接 Epic 直接进去一个 劈死了小 V。左边位置 Fofo 也知道赶紧跑 ，Rest 也是赶紧拉开，不过自被卡玛的 Q 给直接命中倒下。Fofo 知道不太对，赶紧再交闪拉掉对面后续的 RQ combo。菜皮加了个速继续进攻，不过没有魔了，看他的 Q 技能。最后是留下了 Fofo， 但中塔的掉落应该是没有办法避免。来看一下这一波是由以莎的进场顶开，以瑟拉是选择把 Epic 挡掉，对，来到了中路。哇，这一波高地开战，二已经先行倒下了，坚定似乎有进攻的机会。我得拉到，直接抓差，不过差就水银的直接拉掉船长大学，这一下也限制不了 Everything 四人撤退。这是他登场，我这里逼掉牛的大学了，把这个牛大学给开掉之后，后面是两人坦克的包夹，这一个空洞自己尴尬，现在只能赶紧跑，而且牛在前面直接限制二被留住之后吃了蛮多的伤害倒了，这个二有点问题啊，而且左边的位置想要进攻瑞克队长还没有撑起别人，自己就被撑下去了。那现在大卡只能开大绝，再交闪现一个漫天血刃收一下对面进攻人员。很惨，那个伤害现在已经不是他。这里要再开，再次往前跳，这次留住了阿奇尔。牛想要进场，却被二的大绝给直接留住。阿奇尔已经倒了，回推推了两个人做出伤害，现在让小 V 有机会输出。不过欧拉夫已经黏准了他，上面连续斧头。不过这时候他的伤害是不及小 V 的，想要一个输出，直接是先把欧拉夫打死。小 V 继续追击前面位置，虽然有漫天血刃留住，可惜是自己的队友全部倒下。现在大家一个人想留不住了，是由小 V 拿下夸抓 kill。夸抓 kill， 这一波其实 Afro 他们看到一个 Fofo 单人在中路想要欧。他但是有抓掉，但他们已经交了太多的招式，而且其实位置站得非常差，是直接被瑞兹从侧边用桶子炸进来。那唯一只剩欧拉夫在打小 V 的情况下，小 V 也是就是走 A 直接把他点死了。对，欧拉夫这时间的一个伤害已经没有，已经不够了，已经没有一开始初期那个斧头的威力了。毛是基本三件半的装备，直接站着面前输出。毛恭喜 JT 在33分钟不到的一个时间点结束这场比赛，拿下了1-0的暂时领先。哇，这一场也算是打的，就是前期算是蛮焦灼的，就是有来有往，直到就是 JT 他们在下路，小 V 比较不小心，就是开始连续死亡之后，其实风向一直是往 Afro 这边倒，但整体来说还是要检讨一下 Afro 他们这边的阵型，就是真的伤害量有点太低了，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就是我们前面的中野加下路可以很轻松的把对方打穿，拿到一定的优势之后，可以在中期给巴龙压力更大一点，但相反是他们前面就是因为欧拉夫跟卡玛的一波进来，被 JT 打回来一波，所以其实前面的优势就没这么大了。对，哇，法洛斯一射五，一射五，刚四连杀，刚四连杀，哇，现在五连杀非常恐怖。这一场我觉得我觉得这一场打起来有现在这个版本的感觉，就是你前期因为没有视野，大家可能觉得会打得凶，其实不然，可能会打得更保守，因为没视野，可能职业选手的想法是不想出去，那打慢。可是，在进入了一个团战时期的时候，没视野反而成为了可以开战的重点，也就变成了前期慢，但后期打得很快就结束，这其实蛮像现在这个版本的感觉。对，但还是主要还是 Afro 他们还是有点他们的开战有点奇怪啊，就是有一波在 B 八龙的开战嘛，就是没有选择好目标，就是对方 C 位其实非常远，那再就是刚的那个 TP 绕背了。